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讲成佛之道科判表的第27页最后左边啊，菩萨要行。那么在我们的课本是272页啊。好，那菩萨要行呢的这个正文啊，菩萨之所称菩提心相应啊，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圣啊。那其实这些句子在过程当中也念了好几遍啊，因为我们菩萨道所要做的事情啊，说成的车圣是大圣的，对不对啊？因为要装载很多的人，不是只有菩萨一个人想要解脱，他帮助很多的众生也一样可以解脱，乃至于学佛到成佛啊。所以呢，菩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菩提心相应，对不对啊？要先发菩提心才算下了大圣佛法的法种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信愿啊，信愿。那么慈悲为上首啊，慈悲呢是最为重要的啊，因为菩萨那么给我们的最大的印象就是慈悲心，对不对？所以一般呢都会想到菩萨呢，那么他的那种慈悲的感觉。那但是一般呢比较不会去想说，其实菩萨还需要非常什么深广的智慧。那他的智慧如何的深广呢？其实是从什么空慧是方便啊。好，所以这空慧就是从什么缘起性空的法性空慧，是不是啊？那在念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讲到叫做什么无所得为方便，有没有啊？所以空慧也就是在讲无所得啊。啊，心经不是讲这个菩提萨埵依啊，这个被因无所得的缘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嘛，对不对？无所得，那这个无所得其实也从法性空慧来的啊。所以空慧是方便嘛，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学佛三要嘛啊。菩萨道的要行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学佛三要来的，所以依此三要门呢来善修一切行，所有的善的部分呢都应该要好好的来行持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如果没有法性空慧来讲的话，会是着相的布施啊。好，因为要有空相要有空慧哈，才不会着相。无所得也是让我们不着相啊。那为什么能够无所得而不着相呢？就是因为去理解法性空慧，缘起性空，对吧？透过性空的观念而放下执着的，所以呢才能够怎样呢善巧啊。因为一旦着相布施的话，就不名为不善巧，无方便啊。那也等于说，如果有空慧的话，一切就是善巧而方便的。所以不仅能够修福报，而且还能够怎样出离生死啊，因为有法性空慧的缘故，所以能够去向一切智慧之海啊，啊，是能够既深且广的。所以这里导师也讲到说，菩提心是志愿之所在啊。啊，所谓的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并且是生生世世不断在生命的流转的过程当中，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愿意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累积福报、智慧、资粮啊，所以是我们的志愿之所在。那慈悲心呢，是很重要的动机啊，是对众生的悲悯心呢 啊，而且呢，法性空慧呢，是做事的技巧哎啊。能够非常善巧方便的来度化众生啊，那么所动的技巧其实就是法性空慧啊，所以能够很善巧的来修习这一切的啊所有的行为
而且呢，这所有的一切行为，不管是从世间善法的五戒所以像五戒啊、十善啊、三福业，是不是都属于世间善法？等于第一大欧僧祇劫，也就所谓的什么五圣共法。到出世善法呢，就要透过四谛缘起啊、三学八正到37道品，这个是什么？三圣共法，是不是？所讲的其实就是三圣共法。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做大圣不共法，就是六度万恨嘛，包括四摄，包括百八三昧，42字门等等。那么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菩萨道的六度万恨啊。在这一切行呢，就能够入于成佛之道的一圣法，剩下的唯一一圣了，是不是？所以它叫做大圣不共法嘛。所以说，这就讲有了这三心，哪三心呢？信愿慈悲智慧，那么一切善行都属于大圣佛法，就不是只有世间善法而已哦。那么如果离了这三心呢，那么缺了什么，那么也就不成了，或者这三心不足的话，其实是成不了佛的，这不是成佛的法门哦。所以大般若经里面就讲了一切智智相应作应，这个是属于什么？菩提心。菩提心。所以一切智智是成佛的智慧。那么也就等于是以佛陀的智慧跟慈悲，希望能够怎样相应作应，就是上求佛道嘛，对不对？上求佛道做什么呢？其实就为了怎样能够化导众生，协助众生，帮助众生。所以一切智智相应作应，也就是所谓的什么菩提心，信愿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菩提心呢，能够让我们生生世世这个充满了生命力，而且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它是可延续的，可以真正的无量寿，让我们的法身慧命不断的延长，其实就是透过一切智智相应作应。所以我们说信愿它带给我们无比的生命力。大悲为上首，慈悲心带给众生无限的什么温暖。无所得为方便，是不是就是法性空慧啊？法性空慧智慧呢，带给众生无限的光明。所以当我们这个每个人都会面临临终的事情，是不是？那么都希望能够在三宝的这种加倍当中呢，那么继续下一辈子的生命。所以当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做什么想啊？光明想，温暖想，它是一股很大的一股力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其实就根据这三句话来，导致的成佛这个修佛三要，其实就它的整个骨干是不是就建立在这句话里头啊？大般若经里头讲的这三句三心呢，所以龙树菩萨呢也说其本菩提心啊，坚固如山王。所以我们说菩提心它本身是信念的非常大的一股力量啊，而且呢依十方即悲，有没有？这是什么？慈悲心，不着二边慧，是不是？还是智慧啊，法性空慧。所以佛法里头所讲的智慧是离不开缘起性空的空慧，无所得为方便所以这老师也提到嘛，大日经也讲到大菩提心，大菩提为因，慈悲为根本，以方便而至究竟，对不对？所以这个方便就是透过般若道而方便到究竟圆满成佛嘛。所以这些呢都在是所谓菩萨的要行啊。所以这三心也是大圣的通行那么相当于以儒家来讲的三达德智仁勇。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什么特殊殊胜之处因为我们说在人道呢胜过天道的部分呢，就在于这有三个殊胜，叫做意念的殊胜、犯恨的殊胜跟什么
坚忍的书生，啊，跟坚忍的书生。那么这些呢，在274页的倒数第一行，啊，人类的书生有没有？义愤恨勤勇，三世胜诸天。都在前面，好，所以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的寄诵，让我们很容易去怎样记忆它，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也透过有记忆的能力啊，才能有经验的累积嘛，啊，并且呢，唯有人类啊，才会有犯恨的倾向，明明知道也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有杂染的特质，是不是？好，面对这份特质呢，我们应该是去处理它跟放下它，对不对？而不是啊，我反正杂染就杂染，没办法了。啊，那么我们人类才能够怎样不认输呢？啊，既然杂染，那就考虑如何的从杂染转为清净嘛。啊，所以它是一种犯恨的出生，并且呢，能够坚忍不拔。啊，能够有非常深沉的、很深的这种意志能力啊。啊，能够去这个坚持到底，啊，从凡夫到成佛，这也是人类才有能力去坚持下来的，哦，啊，如果是天道的众生，他反而没有，啊，天道众生的那个殊胜是什么？身胜受益胜，定胜乐益胜，是不是？他的色身很殊胜，很庄严。他的定的能力也很强，对不对？尤其色界到无色界天的天人呢，他的定力非常的强，啊，所以他的寿命非常的长，啊，定的能力越长，越强呢，他的寿命越长，啊，而且呢，他非常的舒适安乐，他有四个殊胜的处，就是身的殊胜、定的殊胜，对不对？寿命的殊胜，啊，还有他安乐的殊胜。是天道的特别之处，但是我们人道胜过的这些殊胜之处就靠这三个，也因为这人道有苦难，所以我们会知道如何的趋这个趋吉避凶嘛，是不是？会有经验的累积，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自己的杂染愿意转为清净啊，啊，并且呢能够有坚韧不拔的这种特质。这是天道所没有，天道它的虽然有这些殊胜，但是并不适合学佛，唯有人道是最能够学佛的，啊，所以呢，这里也讲到哈，所谓的究竟无上的志愿就是菩提心嘛，普遍平等的同情，也就是慈悲，啊，所以透过慈悲而达于普遍平等，它是周遍的，并且是平等的。所以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不是？所以慈悲心它本身就含藏着缘起性空的特质，那真的不是普通的博爱仁爱或者大爱能够怎样展示啊，能够显示的。佛法所讲的慈悲心还是建立在缘起性空的法则上，它是周遍而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不是也透过因缘法而平等啊？对不对？哦，所以他彻法圆底的智慧就叫做法性空慧，啊，都在275页的第二行、第三行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大圣行必备的通德，啊，而且也是让我们人类能够特胜的德性进化。啊，特别殊胜，不同于世间法的啊德性的进化。我们说，哎，学佛之后呢，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怎样进化跟强化？因为本来很脆弱的心，因为有智慧的关系，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很多的什么困境啊、挫折啊、啊灾厄啊。这个我们都能够透过智慧而来转化，啊，碰到逆境不见得不好，我们说这叫逆增上缘嘛，对吧？所以会有强化的那股能力，啊，来接受我们所做的，已经做了，你会成为结果的，我们用强化的心来接受，啊，所有的一切顺逆境，啊，但是呢，对于未来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设法净化、转化啊，转染成净，所以这是德性的净化啊，那么也才能够让人类能够融合进展到究竟的完成啊。所以到成佛啊，成佛的时候呢，菩提心会成法身的德，慈悲心啊能够形成所谓的什么解脱的德，法空慧呢，那么形成了所谓的般若德，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三德嘛。所谓的三德呢，就是断德啊，断德呢就是从菩提心成法身德啊，能够很究竟啊，能够究竟的那个了断了我们的什么烦恼障道所知障，就是透过菩提心，然后生生世世累积啊，累生累劫的去累积啊，非常究竟圆满的能够了断我们的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叫做断德。那么慈悲心呢，能够成就众生的什么解脱，那么也等于是对众生的什么恩德啊，恩德啊。那法性空慧呢，就是能够成就所谓的智德，智慧的智，智德。所以我们说到成佛呢，是三德圆满啊，啊，三德圆满。所以呢，大圣的真意与带有隐遁倾向的小圣行啊，是不一样的，并且呢，天圣行是带有什么神秘气息，跟这些其实都不同的，是不大相同的。啊，跟小圣他本身有什么隐遁倾向，独善其身嘛。那大圣佛法是什么兼善天下行的，啊，但是天圣呢，却有神秘气息。啊，所以这个都不是佛教所鼓励的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应该要行的是什么大圣佛法，可以从凡夫众生直入什么凡夫菩萨位，是不是？然后能够进展到圣贤菩萨乃至菩萨摩诃萨，然后怎样成佛嘛。啊，所以大圣的真意呢，实际上就是人生去向于究竟啊，即人成佛的什么法门，即人成佛就在人道成佛，佛在人间，是不是？啊，所以导师也是说到导师看到八海里面所提到嘛，佛在人间啊，是即人成佛的啊，所以导师才就说从大圣佛法里头真的找到了那个法缘呢，啊，会觉得说，确实是应该要落实在什么人间，啊，那推动所谓的什么人间佛教的观念，啊，所以导师所讲的大圣佛法不会让我们觉得它是非常的高妙的，是非常的富丽堂皇，不知道如何下手，对不对？一般我们对大圣佛法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导师是不是也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何下手啊？对不对？啊，是很清楚，我们有我们可做的地方啊，如何做啊？菩提心，对吧？气愿慈悲智慧嘛，是不是这样？啊，因还是透过这样子来的。啊，虽然有至高无上圆满的佛果，但是呢，菩萨的因行上面是不是更是重要的？啊，如何的去下因耕耘？啊，只问耕耘，不要去问收获，不要说啊，我这样子能够获得什么样子的功德果报，然后一直看有没有有没有，一旦没有哦，就不想再种了，不想再耕耘就麻烦了。啊，一旦我们真的在理路上清楚之后，其实我们在行持上就得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就像礼佛性，透过礼佛性，是不是能够清楚说，其实所有众生都有可能的，因为缘起性空，是不是通彻一切啊？包括所有一切众生，在行佛性上面是不是要带缘而成啊？那是需要去实践的，不只是理论清楚而已啊。所以佛法之可贵，不只让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是明白的，并且还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搭配起来。啊，是透过悲智双运行菩萨道而怎样，
而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要行。啊，最后呢，在这一段哈、啊、大圣通说当中，那么科判掉哈、啊，那么进入所谓的菩萨学处。菩萨学处，菩萨到底要怎么样子的来学？好，那一般呢，学处也是所谓的戒律。好，所以呢，嗯，在科判表第28页哈，菩萨学处呢，就要以十善为本，然后还要有三句境界，啊，并且呢，它是七众所通行的，并且它是总别众境啊，啊，那么有四个部分哈。啊，所以我们先看看菩萨之学处，那么十善行为本，十善行为本哈。所以大圣佛法来讲的话呢，那么其实就是菩提心的一个什么修持的历程啊，透过愿菩提心到行菩提心啊，到圆满了菩提心啊，所以发菩提心呢，那么先受大圣的皈依啊。啊，所谓的大圣的皈，菩萨道的菩萨戒的受持，不是进行受而已。五戒进行受，对不对？啊，我这辈子有色身的这一段呢，我都要好好的来行持五戒，啊，才能够保持来世呢，还能够是个人，人生呢、啊。啊，如果五戒都守不好，要保有人生就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要怕说啊，我到底会不会堕入三恶道？但是最起码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五戒先守好啊？五戒能守好，自然就不会畏惧嘛，啊，而且这五戒是进行受的，但是菩萨戒是怎样敬未来记，啊，所以我们说啊，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在佛法的。啊，佛陀的这种加倍之下，啊，都要生长在有佛法的地方。其实，我们这辈子能够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戒体是敬未来敬，只要我们现在去受菩萨戒，等于去下了这个因，对不对？那这个戒体自然它能够通彻，能够。让我们这辈子到下辈子当中，同样的还是在佛法的领域里面哦。哦，所以所谓的菩萨戒是依什么菩提心而得菩萨戒，能不能受菩萨戒要有五，要先有三皈五戒的基础，就是说入门先透过三皈依，再进一步就是受五戒，对不对？五戒之后呢，才有资格受菩萨戒。那能不能受菩萨戒，就看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啊，有没有发起大圣的这个啊法种的这种菩提心。那么那种信愿的心够不够啊？所以呢，在这个受菩萨戒哈、啊，是能够敬未来记的。那这种敬未来记，也等于是透过信愿。啊，能够穿透我们这个生死之间的那个束缚啊，啊，或者在生死当中我们容易迷糊，啊，这个都有隔音之谜。但是如果受菩萨戒，这辈子呢就有机会回到佛法，是因为我们上辈子受过菩萨戒。那我们这辈子呢，是不是让下辈子再继续？那也是这辈子。再继续受菩萨戒，不断的加强嘛，啊，都有机会回到佛法的领域，啊，这个三宝的加倍啊，啊，所以这也就说要立菩提愿以后呢，那么进一步的受持菩提正行，啊，也就是受持大圣菩萨的学处，也就是受菩萨戒的意思，啊，受菩萨戒，啊，所以就算是比丘尼戒来讲的话，那么也都还是要去受什么菩萨戒呢？所以叫做三坛大戒嘛。啊，这个剃度出家为沙弥或沙弥尼，
啊，但是去寿山坛大戒呢，就要从沙弥沙弥尼坛第一坛，第二坛是比丘比丘尼坛，到第三坛呢，一样要受菩萨戒，菩萨坛，啊，叫做三坛大戒，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戒体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啊。啊，所以以菩萨初学的话呢，那么就要从十善做起啊，十善。啊，所以十善菩萨呢，发大心啊，常别生死苦轮海啊。啊，所有的菩萨，那么从凡夫菩萨就要从什么十善做起啊，来发大心，来服务众生，那自然能够常别生死苦轮海。好，在这种生死当中呢，我们自然就能够清楚而明白。虽然我们在色身肉体上没有办法马上立刻说啊，这个不受到生灭的这个束缚，那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呢，起码我们在精神、在法身慧命是得以延续的。啊，所以这个十善呢，也是透过什么身、口、意三业，由五戒所发展过来的嘛，啊，十善，那还有呢，就是所谓的三聚境界，三聚界哈，三聚界。那么这三聚界呢，在277页，对不对？还要总设为三聚境界啊，啊，也就是说有三大类的是聚合了善法的。啊，一个呢就是从什么离恶防非，叫做律仪戒。所谓的律仪戒，就是它一条一条数得出来的，从五戒啊到八关斋戒八戒，就是到沙弥沙弥尼的十戒，到比丘的250戒，到比丘尼的500戒，啊，乃至于到菩萨戒，都有一条一条的48轻，啊，或者几重几轻。那个是不是一条一条的都数得出来的，叫做律仪戒，那个也只是三聚戒的其中之一。第二呢，就是从广集一切善行来说，叫做摄善法戒，所有一切善法我们都应该去摄持，只要属于善法的部分都是菩萨所应该行持的啊，因为律仪戒一条一条的规定没办法规定的非常的周遍啊，尤其呢在佛陀的时代说随犯随治啊，是因为某某人犯戒，所以就尤其是属于这个声闻戒来讲的话哈，那在僧团当中难免啊，在生活过程当中啊，某些人犯了什么样子的戒，佛陀就制定说那么将来我们不要再犯这样子的戒啊，所以又一条一条一条的记录下来。但是呢，这些呢并没有办法道尽所有一切善法，对不对？所以呢，以菩萨戒第二条，好，第二个具善法戒就是所谓的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所有一切善法都是菩萨应该去做的事情。第三个呢，要利济一切众生，叫做饶益有情戒，所有对众生有利益的，菩萨道都应该去做。啊，所以菩萨戒呢，所要行持的就非常的广啊，那就不是一条一条的律仪戒所能够摄持，是不是不够啦？但是声闻法、声闻戒是不是就是一条一条的去规定出来啊？啊，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是一条一条一条规定的很清楚，但是菩萨戒除了这个基础之外，所有一切善法也是菩萨戒啊，啊，不能不去做。所有对众生能够利益的事情，菩萨也不能不去做，啊，所以有三聚戒。所以总之呢，菩萨的戒恨就是所谓的什么，无恶不除，无善不行，无一众生而不加以怎么样利济的三聚戒。啊，无恶不除呢，就是所谓的律仪戒。都是规定什么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无善不行呢，所有设一切善法戒嘛，所有一切善法是不是都应该做的？啊，到饶益有情戒就是无益众生而不加利济。啊，所以这是菩萨戒恨的
要紧呢。哦，并且呢，这个所以我们从十善为本讲到什么三聚境界，啊，在28页的这个科盘表，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七众通行，七众，啊，以菩萨，以整个僧团呢，可以说奔腾有七众，啊，从这个在家男女二众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啊，那出家的话呢，从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还有释迦摩那，出家众有五众，再加上在家众二众，合起来总共七众。好，那这七众呢，来讲的话，菩萨界是完全不分，啊，不分男女，不分僧俗，所以七众，那么所通行的界就叫做菩萨界。那么就菩萨界是可以通行在七众当中的，啊，所以要受菩萨界的话，要先受七众的什么律仪戒，先受律仪戒，因为所谓律仪戒是一条一条的，非常清楚明白的，就如同优婆塞，啊，所谓优婆塞就是什么受五戒的男众叫做优婆塞，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受菩萨戒啊？一旦受了菩萨戒，就不叫做优婆塞，而叫做什么？菩萨优婆塞，加个菩萨了，啊，菩萨优婆塞。那优婆夷也是这样，沙弥尼也是如此的、哦。一旦受了菩萨戒的话，就可以称为什么？菩萨沙弥，菩萨沙弥尼，啊。那以比丘、比丘尼的话呢？因为都是受过三坛大戒，所以也可以名为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哦，所以在声闻藏当中，哈、啊，会有广律、啊、那么菩萨藏里头啊，也有菩萨的这个戒藏，但是呢，以菩萨戒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几乎都依附在什么大圣经典里面。他没有独立出来的一个戒藏，啊，比方，《梵网经》菩萨戒本，它是经《梵网经》里面的菩萨戒本啊，啊，那《梵网经》菩萨戒本里面有十众四十八清，有十众戒，有四十八个清戒啊，那么还有的大圣的菩萨戒呢，会放在哪里？《优婆塞戒经》。它还是经典哦，梵网经也是经典，这些戒律都在经典当中啊，所以优婆塞戒经呢会有六众三十六清啊，还有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瑜伽菩萨戒本，那么这个也都是从这个啊瑜伽师地论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会有四众四十八四十三清啊，所以这些戒经都多少有出入，它的众戒、清戒是不是也都有出入哈、啊？但是那么之外呢，像菩萨本业、璎珞经或胜曼经里面都有戒律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管是十众四十八清，还是六众三十六清，还是四众四十三清。那么十众、六众或者四众，它是不是有个交集，会交集在四众啊？对不对？那表示说，其实这个菩萨戒里头有四个众戒，有四个众戒啊，这个部分倒是我们很容易怎样忽略掉的。我们会比较注重的会是什么？五戒是不是？大家大概都可以倒背如流哈、啊，不杀生、不偷盗。啊，这个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是不是？那但是呢，菩萨戒的这个四众戒是什么？大概知道的人都不多，啊，特别注意的人也不是太多呢。好、啊，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哈、啊，会有四众戒，就是所谓的在科判表呢，在科判表的右边哈、啊，如果有。总别众境有没有？哎，那总相的界，
就是菩萨戒的最基本的，总的来说呢，怎样子叫做犯了菩萨戒，就是退失菩提心。一旦我们的菩提心退失了，其实就不名为菩萨，是不是就犯了菩萨戒的重戒啊？总的来说，啊，所以这个就叫做败坏菩萨。啊，那么以个人的经验哈，就是在过程当中十几二十年，不到二十年了哈，十多年来，我们也是很发心，也是要办很多的活动。那在活动的当中，是不是也很多的挫折？啊，在挫折当中，甚至啊，在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哦，这个菩提心怎么不见了，怎么没去，哦，怎么变成败坏菩萨了？不过哈，我发现我个人哈，从妙云集里头又重新拾回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非常感激印顺导师。啊，当我们真的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不知道怎么样子再做下去的时候，当我们会很挫折、很失意的时候，我确实从妙云集里头又重拾起这种菩提心的信心啊。啊，所以后面也会讲到，这个退失菩提心啊，其实是可以再发心，并不是说啊退失了就完蛋了，就应该去除，不知道要怎样，不要去到哪里去了，不会，还可以再发心，还可以发心哈。但是呢，我说菩萨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发菩提心嘛，才名为菩萨。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不是菩萨哈。所以这里就是说，总相戒呢，就是退失菩提心。在总的来说，那分别的来说呢，有四个重戒，叫做四重禁，有没有？禁止啊，就是如果这四个重戒呢，犯了四个重戒，其实啊，对菩萨的这种特质呢，也会打折扣的哦。啊，那么是哪四个特质哈？叫做忌奸与嗔慢，障于利他行，为师大圣戒，有没有？哎，忌奸与嗔慢，忌奸嗔慢，这是我们的心态。这还无关乎行为呢。啊，当然这样子的心态会有百千种行为出现啊。啊，所以大圣戒当中呢，会更注重的是那个心态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嫉妒。啊，嫉妒的心，如果一个菩萨嫉妒心很强，说实在也会障碍菩萨去行利他的工作，见不得别人好啊，是不是？啊，并且呢，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什么这个名闻利啊，主要还是站在自我的立场啊，啊，会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名闻利啊，名分上的、财务上面的，所以呢，万一别人获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起嫉妒的心。啊，所以呢，就会怎样自赞毁他嘛？会觉得哦，我自己应该比较了不起，比较厉害，那、啊、他算什么呢？啊，去毁谤别人，那这样是不是就不像菩萨了？菩萨是不是以利他为主啊？对不对？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求自利而怎样去毁了别人呢？啊，所以嫉妒的心会是菩萨界的一大重戒。啊，那这种嫉妒的心怎么办呢？如何对治？用随喜的心，不要去嫉妒别人。啊，看到别的寺院道场或某某法师有成就，我们应该随喜赞叹，对不对？啊，看到人家的成就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真的赞叹他们富士有修，对不对？那表示说，其实我们宿世所说的不及人家，我们是不是要有那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啊？啊，所以若要佛法心呢，就要怎样生战生啊？啊，如果我们生众都在毁谤生众的话，佛法怎么会兴盛得起来？
是不是？啊，所以说，啊，生同样是生众，那么，哎，不要讲生众了，在世间法里面，是不是同行相忌呀？啊，嗯，就想着强出头，别人不及我的啊，我的最跑最棒。那同样是生也是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凡夫心啊。学佛就是要跳脱出这个凡夫心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怎样去赞叹其他的同样是僧众，同样是寺院，同样是道场。好，所以我们说，哎，在台湾真的福报非常的大。好，这几大名僧，你看这些真的领导者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大菩萨呢，都算果位高的菩萨才可能拥有这么大的那个群众，对不对？哦，那么我们就要显得，就要知道自己真的确实是这方面是大大不如。但是所谓的大大不如，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这个，哎，失意潦倒，也不是嘛。我常常觉得说，哎，我们这个那个什么，有句话说，大粒石头嘛爱小粒根，对不对？我们当小的石头也行啊。哦，有大的石头，那确实这个都是浮出台面，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当这个小的石头去把整个把佛教界贬得更坚固无比，是不是？哦，也感激说啊，有这样子的大师级的啊，哦，大法师们来领导信众，这都是信众之福啊。哦，尤其我们台湾真的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么同时可以有这么多的那种大的山头大的法师，哦，那同时其实也不妨碍说其他还有比较小一点的寺院道场，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能够这个好，哦，互相的赞叹，互相的维护，这些都是众生之福啊。好，哦，所以不能啊，哦，透过嫉妒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好，哦，好几年前，大概两三年前吧，曾经有一个因缘到了去法国哈，去巴黎，那这个人就建议说，嗯，那个巴黎有个佛光山的道场，对不对？说起来我们跟佛光山没有特殊的什么因缘嘛，但是呢，我觉得了哈，因为我个人我从来，我觉得很多人会批评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是我常常会站在说，所有的道场都有它好的部分，但是在世间法上是不是总有难免不圆满的地方？这种不圆满的地方，因为人事的这种复杂度，真的没有办法说哦，到处都可以够干嘞，非常的圆满，说无懈可击，不可能啊。但是我们要看看人家的成就大于那个部分，是不是？但是不要说去抓那个小的部分，一直去攻击人家。哦，我们还是非常赞叹他们整个大体上对佛教的贡献，对众生的贡献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向如此的，也算是比较不会去攻击他们哈，啊。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的时候，到了巴黎，我真的就去住那个佛光山的道场，我会觉得我住得心安理得。如果我过去一直骂他，一直在诽谤他，我相信他的攀岁体啊。啊，真的我不敢去。但是起码我觉得我还是会维护他们的，别人怎么批评我都说佛光山还是有他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一定没有不好的一面，包括我们自己有没有不好的一面还是有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啊自己不好的一面就否定掉我们好的那一面嘛，啊，更何况那好的部分那是占大部分啊，八九成以上啊，不圆满的地方是难免，不要抓那个小的不圆满的地方老是攻击人家好的地方，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会觉得嗯还好，从来没去骂过人家，所以我敢去住，而且去住了会觉得嗯心安理得，哎，也会去共享那种佛光的那种沐浴啊，哦，纵然说到了国外哈，只要进了佛光山就觉得好像回到台湾了，吃啊住啊都就惯习，哦，有无上的方便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种广结善缘还是很重要的，哦，真的广结善缘很重要，所以这种嫉妒的心真的会障碍我们行菩萨道，
好像我一直也非常赞叹星云大师的那种，真的是，那是无比的心量，那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比拟得上啊！他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啊，真的是全球，哦，畅行全球五大洲啊，是不是？哦，法海长流，四大海是吧？哇，实在真的非常了不起，啊，确实，啊，所以真的我们。不要透过嫉妒的心去毁谤人家，其实毁的还是自己，是不是？就是让自己没有什么，没有福报，不敢想，没有机会享用。哦，好，所以呢，像坚定的心，哦，这种很坚贪，不肯布施，拥有的东西呢拿不出来，那也不能当菩萨。哦，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如果要当个菩萨，我们先从外财来施。什么叫外财？钱财，这个属于外财，才施得到什么内财，是不是？啊，捐血、捐髓啦，啊，这些属于内财。啊，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想说，其实外财不管是钱财还是物品啊，嗯，常常我也会告诉自己，最好我拥有的东西，只要人家真的很想要。你赶快送人家，免得我们一口气不来，那些东西也变垃圾，还没人知道它的好，对吧？既然有人能够赏识，啊，表示找到知音的人，赶快送给他用，也结了善缘，也帮我们保管了，对不对？也省了我们临终之后处理那么多东西，能够让这些东西各得其所，多好啊！所以在外财上哈，我们真的要学着布施，还有自己的体力啊。时间啊，专长，能够利益众生也是啊，不要吝于布施啊，不要动不动哦，这个我这个价值多少来跟人家算钱哦，那就也不是菩萨嘛啊。所以其实从布施当中是舍出去我们的兼贪心，反而舍了我们的兼贪的心啊。啊，还有呢，嗔心极重的人也是哦，不但会去骂。好，去伤害别人啊，甚至别人来求忏悔，我们都还不肯接受，那是不是恶性循环呢？啊，这嗔恨的心呢，也会坏了菩萨道的道业。啊，还有呢，慢心，不虚心，自以为了不起，啊，那么就会去宣扬一些什么似是而非的佛法，这是很严重的。我就常觉得说，如果自己学佛学的不对，那还是个人的问题。以菩萨道来讲的话，因为菩萨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而你在宣导上是错误，因为我们折服不了自己的慢心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似是而非呢。哦，反而会很容易是这样子。哦，所以还有呢，就是说，在佛法。如何踏进佛门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门槛是什么？三皈依，是不是？三皈依。我们的成佛之道第一章是不是规定三宝？三宝。啊，很多的经论，很多的尤其论点、论师哈，在开始要写论之前，其实对三宝都要先有一番的赞叹。所以我们说，对三宝的恭敬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往往如果对三宝的规定不足哈，其实对佛法的知见是不容易正确的，是不容易，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也是让人家忧心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常讲说，如果有一些学者，他根本也不规定三宝，那他也在发表佛法的什么什么论文啊之类的，那种论文是不是充满了公平性啊？更容易是如此的哦。啊，所以常会觉得说，如果对三宝的规定不足哈，那么其实是危险的，因为跟什么信愿没办法结合。学佛三要里面是菩提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起始点。菩提心如果不发的话，能不能踏上成佛之道啊？踏不上去的话，其实都再怎么做还是世俗的，而且会增长邪见。有智无信，不是增长邪见啊？有信无智呢，增长愚痴嘛，是不是？所以也常会觉得说，如何的踏入佛门，如果能够从规定三宝
开始的话，如同抓一件衣服是提纲挈领，从这个衣领抓起来，整个衣服是不是它就很顺理成章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规定三宝的这件事情是有问题，其实后面很多问题会出现的，啊，反而是会出现的。那么这个往往也会因为在慢心上的平息不下来，啊，尤其前面其实导师也讲，三宝的规定啊，佛宝、法宝都容易，僧宝最不容易。但是我们前面导师也讲嘛，僧宝要观得莫观失啊，对不对？难免还是凡夫，但是起码我们尊重出家的功德，能够布施正法成，其实还是靠僧团的维系，哦，还是要靠僧团的维系。所以我们不要说，去一直说啊，某某人某某人没有修或是什么，其实这个与我们无关，问题是我们自己有修或者没有修才是最大的关键，对不对？啊，所以所谓的僧宝啊，还是需要好好的敬重三宝的那种功德才能够聚合的起来啊，不然的话这个在知见上要建立的正确，那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一旦菩提心本身有障碍，后面很多东西会跟着障碍起来。好，好，我们的时间到了，阿弥陀佛。